Hello，好久不见。今天要来讲的是之前就有说定要讲解的黄鱼侦办，也就是斗咪。有玩过 LOL 水晶之痕的玩家，他的名字就叫 Dominion。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起始的固定手牌，分别是七个铜币和三个庄园，不管几人都一样。然后游戏的目的呢，就是要透过购买这些分数卡，然后赢得最终的胜利，谁分数多在游戏结束前就是赢家。那么游戏 Core Game 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这边有一个行省，行省被买光的时候，游戏当回合就会结束，买了最后一张的人那时候游戏就结算。另外一个条件呢，就是只要有其中三叠被买光，游戏也会瞬间就结束，买完第三张卡堆的最后一张的人那个回合当下就进入结算阶段。基本款的话总共有26种卡，会从里面取10种出来，它们效果的话点右键，像这样子旁边就会注明说它的效果是什么。像铁匠的卡牌就是抽3张牌，王座就是它可以执行同样两次一样的效果，可是他一定要先打出王座，然后再配一张搭配的行动卡。例如说我选了王座，然后我再打铁匠出来，这样我就可以抽6张，可是同时我的行动点数被用掉。行动点数在这边，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个行动和一个购买，如果你想要额外的行动的话，你就必须透过场上的牌，任何有加行动的牌可以再给你多余的额外行动。举例来说，加行动的卡像这种庆典，一次加2个行动，还有哨兵。那请问一个购买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购买指的就是一次买一样东西，就算你有再多钱，如果你只有一个购买的话，你还是只能买一样东西。左边左下角这边写的是卡片的成本，你可以看到这个1块钱就是零成本的意思，也就是你买它是不用花费任何代价。如果你只有一个购买的话，就算是零成本东西你也只能买一张。然后左上角的红色数字是代表你目前这个牌堆里面剩余的卡牌。首先这边开场我是抽到了5块钱，右边会显示你对手的状态，这个是电脑。对，我目前还不知道电脑的状况是怎样，因为我是先手。从以基本款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开局5块钱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开场，因为5块钱的好用牌很多啊。他先购得黄金的，当对方购得黄金的时候，这时候你要思考你的行动是不是比较落后啊。他已经买到行省了，两个人抢的话行省很强的很快，我觉得我快输了。我一开始不应该买意识体啊，差一分，可恶。来检讨一下，如果刚刚没有后败场，我没有买钱币，直接跟他一样买公国的话，我有可能会赢吗？不太可能，因为我可能会抽到那些分数卡，然后让我反而没办法买到行省。Y 大有那个账号吗？要不要一起打？因为我有买黄金版的会员，基本上所有扩充都可以玩。那我们这一场先从那个暗潮汹涌加基本这样子打可以吗？请多指教哦。我们两个就只差一张的差距，其实很陡。两人场的话差不多一场就是这样10几个回合，比较长的话会到20几个回合。要再一场吗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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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场很多有意思的牌啊。太好了，移出掉你的铜币了，来送你。we go down together。 我要吃诅咒，悠风你吃屎吧。嘿，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，除了悠风以外都请多指教。开心打啦，我一直都打得很开心啊。可是要是能把别人踩在脚上不是更开心吗？我个人坚持秉持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所以要买贵族。他的后宫长得我不想说，这种后宫我不要也罢。大家分数都追很紧，都20几分了，有不甘愿当第二名。这一场有什么呢？来看一下，我想这场要怎么打比较好。我还是会建议大家一开始先拿一个银币先积蓄一下自己的底力，因为你没有银币的话，你要买黄金也很难上手。
除非你要用奇葩的打法。对，人数一多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获胜的套路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。我第一次玩斗咪好像是10年前的事情吧，好远哦。那时候我刚接触的第一款桌游就是斗咪，大学迎新的时候吧，我跑去那个对社团博览会，那时候很热，中午一坐下来然后就打斗咪，然后还一直打其他的桌游。那桌游这种东西其实就跟麻将什么的很像，就是打一打联络感情用的，也可以用来增进感情的。完了，可恶，茶油封一张，丢脸死了。来开海国卡片，你扩充一多，其实就可以联想到一个小故事。像你看这个村庄，这是个靠着码头的村庄，然后它旁边有海盗船，所以常常会有瞭望员来看是不是有人要攻击这个村庄，然后同时有航民会出海领航，然后领航嘛，自然就要有一些工具嘛，要打铁壶，打铁专门做矛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为了这些工具，然后又有工作室产生，这个土地上有那个会有一些先锋来探路，导致说现在有这个土地村庄的形成。然后这个靠海的地方呢，理所当然会有灯塔嘛，然后带来那个灯塔繁荣之后就会开始升级，哇，很合理对不对？天才啊。科音社他选择了弄了2张先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打法，我想看看科音社这个打法最后会怎样。哦，科音社的 combo 开始起来了，每次看到他打出一堆行动都觉得超心慌的啊，大家都觉得快 call game 了，所以开始冲分数了。我跟幽风同分，我不意外，其实我们两个在做的事很像，可是科音社的打法很有趣，打铁铺然后一直弄银币那些的，我觉得冲起来还蛮厉害的。本来想说今天只打基本和暗潮的，结果我今天还打到海国，那干脆就去打积分吧。好，走喽。哇哇哇！这个是没玩过的，完了，糟了糟了！我想看我要怎么打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应该会输。今天就来被虐好了，牧羊狗，买买看好了，那只狗蛮可爱的。Nice, both the cards I pulled missed the shuffle， 不是在你计划之中吗？嗯 ，Nope, let's see how it will go。OK, I see。啊，被打爆了。再一场，哇，这场好多攻击牌哦，哇，输了，哇，又要输了，不是对手应该觉得 我很菜吧？去积分，然后马上就被虐爆了。我现在排名在40000多名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开始注册这个网站。然后玩一下积分款。如果你想要参加比赛的话，它限定是要订黄金订阅的人才能参加。真的很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考虑先订个半年左右，钱会稍微少一点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。后面的话基本上没什么说话余地，就是一直在沉思要怎么赢，可是成效不是很好。那么改天我一定会再开那个斗咪的练习。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子，那大家晚安，然后赶快去吃饭吧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